建潭瓦西来嘉义县老台新街开新桥，大拿万国戏院也是伫老戏院铺顶之一。加在有一顶热爱戏院戏剧的电影人，气势之清，老戏院原貌存在落来，新的戏体灵魂亮丽展现。观众张良来鼓励保存之清大拿戏院的三位贵人，在新戏中上演之前，汇集了对电影艺术忠诚的热爱者。老台新街开新剧，大拿万国戏院也是实在老戏院当中铺垫之一。幸好有一段热爱戏剧、戏院电影人不离不弃的支撑，老戏院原貌存在落来，新的戏体灵魂强烈展现。馆长张良来鼓励保存支撑大拿戏院的三位贵人。来做这样一个记者会，特别要感谢三个人，因为他们的努力才让这个老戏院有新的生命。一个是我们的许开心，来举手一下，来掌声鼓励一下。好，来江明鹤，好，来在后面哈，谢谢。还有当时的镇长黄真理，好不好？来举手一下，来，他们三个还有很多人的努力，所以这个戏院可以找到他新的生命。那也被嘉义县指定为历史建筑。当时的大拿镇长是黄真如，来积极保存老戏院，为新生命的贵人之一。全盛时期呢，像我们大林镇呢，戏院呢就高达五间。那随着这个时间长呢，然后产业在转型，所以呢，整个在没落中。那唯一呢，剩下我们这个万国戏院呢，现在透过呢，不管是我们的职工或政府部门的帮忙，让它可以呢有新的一个生命，甚至呢是一个新的舞台。那今天呢，正式的一个启用呢。不只是我很感动，我们今天很多在地的大林乡亲看了都眼眶红了，因为嘉义人是常德甲大拿特有感情，自称家己曾经不间断地看过几百片的电影，当戏院关灯，电影光束照上荧幕，电影就是咱的任意门。我觉得其实都象征，就是说这个时代透过疫情以后。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心声啊，然后我觉得现在有网络哦，可以让一个戏院哦的想象力更大一点，就不会只是放电影或是演出，它甚至是一个拍片的现场，而且是一个网络直播的现场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可以无限想象空间的地方。另外一位贵人就是江明鹤，在大拿万国戏院做志工，保存这的文化。其实我们三位其实都算是志工而已啦，因为最主要要感谢樊叔叔哈，樊丰正樊叔叔跟樊文雄樊大哥愿意把戏院无偿提供给大林，给公众做使用，我们才能够有今天的机会。所以樊叔叔给我们机会，我们更努力的把它修复好，那同时也带给这个地方。在老的新戏将开演进行，就汇集了对电影艺术忠诚热爱者，大拿万国戏院新生复活，定为活跃。谢新新闻蔡平东，大拿电采访报道。我讲，大概拿苏院长来嘉义，就是要嘉义快乐，就是要嘉义精神。没有嘉义继续往前走，去年的12月19号宣布要促成嘉义有科学园区，那今天来宣布整个科学园区所挑定的地点跟未来的发展。科学园区啊，这一块积木摆上去，等于整个龙宫大线架构能够完成。我想9月5号对嘉义来讲会是一个未来永远必须要记得的日子，在15年后30年后大家就知道今天有多重要，因为今天的宣布代表嘉义往龙宫大线方向走。今天条件已经有够，咱各地都嘉义市长，故宫南院嘛，规个已经发展起来。我真知影，安尼一大发展的速度对落着边会消耗，大东东的交代要让嘉义更加好，咱。嘉义爱护发展起来，所以今仔日咱就只宣布，嘉义科学园区落脚在太保。谢谢院长。
快与最慢的结合，原本就充满了话题性，它是最快的高铁，连接最慢的五分车。要以故宫南面为中心，这个区域啊，要变成是地方文化产业的肌肉，那才有可能带动这个都市的发展。啊，这摆最慢要去啊，讲个叫我来。我咧读中学时，同学拢坐这咧上万学啦，所以这要怀旧嘛，都爱有迄个旧的啦。你若要坐这个，都爱人家己，安尼才有意思啦。但我伫这大人，就是要甲这个故宫南面。两亿五千万，唔能够叫大腾出来，前瞻预算，人甲人过好啊，都甲开落，啊，真够好。